命，我来认命，一步记一步行，艰苦行，为着过生活，一粒米碗满心肝。人生路有坎坷，起起落落不免惊。为前途用生命，坚强努力向前行。恁阿玲叫曾顺义将军比武，赢人才能得到摩尼珠。为了要摕到摩尼珠防鬼门，曾将军只好答应比赛啊。那赵刚是按什么利用摩尼珠来控制恁阿玲？都当孙将军的面，假意来认鬼火这个亲生老母，真无简单，叫孙将军愿意来比赛。啊，恁家人无信任我，好啦，为了表示我信任哦，我就当摩尼珠来做。啊，摩尼珠我能扛的呀，现在能开始比赛哦，比赛开始。快大姐，哎呦，你是干怎啊？我当会用神通，爱先固定好，未当用就任何神通。这没你讲，比赛当中我绝对不用神通甲法术。来，无问题，比赛当开始。哪里比赛？是大军，起啊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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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看我吓人机会！但不会，我不是用大王旗啊！我看你多高大！你怎么傻看那功夫？我给你输了。是啊，火掉，滚！哎呦，别乱啦！这金将军干了没输我呢？哎呦呀！阿公你老家爷爷虽然过世，有条理我会当无顾我家己的性命，甲你压下山，甲笑命命。你知影我绝对会当给你好命。小刚，嗯，今仔日多谢你耶。你看，我的手碎了。啊，你的手。哦。哦。抓紧抓好，千万别抓着我阿母。啊，不过我只改款还给你。啊，玉秋，我跟你野狐耍，你不还珍珠耍得够干吗？我问你，将将军的兵器放我过，是不是你最傲步？你若是敢对天酒抓你无数，我随甲你回去嘞。你们，叫我看你，我找你干什么？唔关键，关键，你敢啉水啦？迄天气遮尔热哦，你千万当着山呢吼，来。哎呦，卖操我看是点点啦，交替啊。哎呦，是道工好势哦，我拢拍袂着啦，还有什么意思？有啊，打得好，跋得好，阿兰叫出名。
也敢唔见海珠完形。哎呀，保持住！哎呀，少爷，少爷，你说什么？先生，先生，我去报仇啊！啊，怎样啊？别给我等你。哦哦哦，走走走，啊，好走。少爷，保持住！先生，快点，别等呀，保持住！小心啊！我救，救！啊，我救救爹，我救他等爷来了。阿婆去看看身体，阿婆阿信，阿信，你真听下哟，你知影无啦？你要甲我发到死啊啦！那你无太早去做，无太早走去，你去甲讲，无太早去做，走去做去甲讲啊！我哪会知影啦？快叫，快叫去做，快叫走去做，走去了走去做。你在哪？毛太愿意离开人生，伊就是毛尼祖的功劳。金将军这么去请伊啊，那马来西。哦，行行行。哈，这坏呢！你是搞了，咱这么简单走出来呢？我绝对把阿哥当伊个新天地来底。啊，我先闭起来。啊，你找毛将军就找不着我啊！奇怪，卡多明明就看到毛尼珠走去这来，那马杰林也不看人啊！这毛尼珠啊，真正是够格的。我看哦，迄毛利珠可能无伫即个所在啊啦，啊无，我另外一边找看卖好啊。你当算几时啊？我要去算啊。哎呀，走！我讲好人了，你来啊。毛利珠，我看哦，你也是乖乖站在新鲜地内底较妥当。你告诉着摩尼珠，我阿妈母，你来救我啦！是宝贝呢，将军官啊，敢会当拜托你把宝贝放出来？海瑟，我袂用甲放出来，因为伊之前我白替人治病，扰乱人世间因果。我即马若是甲放出来，我惊伊阁白来。你放心嘛，这边哦，我甲幼雪好好管教伊，袂讲会犯错啦。我拜托你啦。好啦。阿伯，我今晚就给他放出来。阿伯，阿伯，大家心里宝贝，宝贝啊！阿秦将军啊，那个魔胎吼离开我的身躯，阿唔过吼，煞唔知伊走去倒，安尼是变怎？这魔尼珠啊，有两种的功能，一种是治病，一种是祭煞。只要你会当做出这祭煞丸啊，邀请全村的村民来吃这免费的丸啊。不管魔胎有心理上的辛苦，只要吃了这祭煞丸啊，伊拢会现出原形。对啊，若是伊的身躯顶有魔胎，只要吃着祭煞丸啊，伊就会招他当鸡鸡叫，魔气卖转消。好啊，阿伯，咱就照伊意思安尼办，咱再去想办法将魔胎找出来。今天就不爽快，到底啥问题？我来老实跟你讲，中医少爷，我给你诊断出来是虚脉，你有心啊？真的是暗棍的生瘤堵着啊！一心要控制魔胎的上纲，竟然说颠倒叫人变生呢？伊受了什么款的折磨呢？
中医少爷，我的诊断出来是虚妹，你有心啊？随时要做阿母啊啦！阿母啊，伊是查甫人，哪有可能有心啊？我讲是真的啦，是真的吼、哦。查甫人爱有心，唔知是你讲什么笑话？阿仔，我逃出去吧。拍甲伊有心，拍甲伊白惊为止。心，心有吗？你搞怪，咩搞呀？我叫你听心，你听心啦。小姐，我衰，都是些骗家骗妹大夫，阿拉客气。小杨，卖生气啦，你先倒来休困，休困起来，快较好无？小心啊！我今日哦煮一件细蒜鸭汤啊，因为咱上个来哦最近快会磨胎，伊个煞气哦会去害着大家啦。你唔免惊啦，虽然即马发现磨胎，啊，不过只要咱个细蒜鸭汤食落，伊就无法度害你啦。大家今仔食咱食药，会当细蒜对付磨胎，买酸椒。对啦，大家今日食啦。是啊。来，回去吧。阿六啊。这菜当中吼，都煎起来，趁烧紧些。好，多谢。好个，做啥物？好食就好，我过来无闲啦。为什么？买无闲啦，烧烧侪啦。阿豆，你少爷吼，最近也无爽快，阿胃口拢无好，我来煮一下鱼仔汤我食，食好哦，有遐快较好无？为什么？你真正是一个足好个阿母。这是我应该做的啦。要个差不多退账，退账，我是退账。兄弟啊，太无用了，现在你做白眼，你是无为噶，大家差不多。这个开价，你小刚偷贼，我怎么这样讲都，你真假的？哎呦，你小杨哦，最近实在无爽快，你小心点啦哈。诊断讲少爷是虚的，敢讲少爷真正有心啊？我的囝害我，我的囝在做，你害我，害我！阿母，我的囝害我，我的囝你害我，救命啊！阿母，我不是你亲生囝。你才不是我亲生囝，我的囝是母胎啊！你别让我白讲，你囝你害我。你头脑又搁无清醒呀？行啦，我扶你入来休困。哎呀，你是啥物啦？我唔闹，听你心跳声音，我听着，伊要甲我讲话呢。啊，你要甲我讲啥？来，你别管。这酒里给你开笑，他不可以笑，他不是笑。我来给你个怎么讲？我来我去笑，我给你个笑，我给你个笑，笑笑。
我不想看见。你别伤心啦，我来替你找囝。我想看见。你的囝找到了，而且伊都死了。你看。你今仔无死啦！你个婆仔今日从啥？我讲啥？我这个我今无死哦，我今无死哦！笑笑笑笑，笑啊笑，笑啊笑，请你多笑笑。这是什么啊？这山鱼汤，是柯明星在骗钱啊？对啊，没骗钱。对啊，你是在客啥啦？排队啦，排队队啦！你在创啥？头前吼，送迄个免钱的这山鱼汤，我是讲来排一下队的这山一个啦，免排啊。对，哎，少爷，我想哦，你也是哦，在做你阿听啦。阿婆，我看你阿在吐，阿哥在问我诊断下咧。对不对？你个妹！小刚，你可怜阿公，只阿食住我家少。今嘛无猜，伊就会连线来不到底走出来，真可怜，会走去咱任何一个人的身躯顶。对了，为着你家己好，也为着全镇人好，你也是把一碗鱼汤吃了，把毛胎赶走。赵少爷，我拄仔哦听你阿仔讲，你哦在吐呢，甚至毛胎在你的身躯顶啊！我看哦，你把这鱼仔羹吃起来。你有咩话未讲话哦？我来讲哈，讲你话未讲吼，我绝对袂帮你做。赵少爷，你莫讲袂清楚。还母胎在你人身上，还写死人的呢。是啊，过过三天，母胎若是大汉，就会为你的巴肚顶，把开你的巴肚皮出来害人。到时阵，你的巴肚肠啊就会烂了了，阮死无活。就感觉这人冤仇结遐尼深，敢有可能将鱼汤也吃了？一摆母胎感觉走有路嘞。三张母胎那是大害，伊就会为你的巴肚顶，把开你的巴肚皮出来害人。到时阵，你的巴肚肠啊就会烂了了，阮死无活。你不要继续讲我相信你的话，我敢讲啦，无可能啊！你拢是上管恨我，拢是我的关系了。你是做伙起来超工要搞黑仔的，我不是红黑仔大汉的啊，我。你看，你讲你吐啊啦！你安尼哦，未输咧病囝有心呢。你母胎哦，可能真正在你的巴肚内底啦。少爷，卖阁张图啊啦，紧甲伊阿婶食。少爷，母胎无认得我是固定。少爷，一看就知影，迄个石缸内足大个。母胎若真是真正是伊的身躯顶，那是安怎？大家进行一个答案，我就讲，用这山鱼仔食落去。母胎不可能伫我身躯顶，迄个是因的刚毅囝，对，因的刚毅囝，一定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少爷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无代志，走啦！别当家爹的家爹。
天，你看到我哦，你不是白酒花，我就是魔胎。你什么妖怪？你才在那找我？我昨天不是讲啊，我是魔胎。魔胎，现在讲三摆，因为足重要，所以讲九天，再过三天，我就对你的巴肚蹦出来啊！人五鬼车行到家人，我会真蹦啊！魔胎三天后就出事啊！九天是要怎躲过这关？伊敢会落卵，请明星用魔力珠来救伊呢？明仔在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魔力珠红鬼门关。咱正在哩庙会看到的观众秀，都是景顺将军。民间相传，两位将军是受到地藏王菩萨的感化，才来做护法将军。三顺将军生前的是鬼魅魍魉嘛，他、因为的是伫凡间做派，他、叫地藏秀，才来做地藏王的护法。伫凡间的是破王借人做好。增加也不罢，这外就是损其他的不罢。曾将军不安民呢，损将军的是亲民呢。观众秀是家族的首领，定义是阴间的行径。两将军专门监察记录阴间的线路，原本是地藏菩萨的护法，后来演变作台湾民俗的一种顶头，跟民间的八家将小可无同款，但是拢有护卫主神、甲驱鬼渡业的责任。